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余高安林，这里是重庆渝中区。今天带大家看一下重庆最古老的电梯，也是中国第一部城市客运电梯——凯旋路电梯。凯旋路电梯是于1986年2月建成投入运营，逐渐成为重庆独特的城市地标和外地游客打卡地之一。也是连接渝中区上半城与下半城的重要交通工具之一。今天我们去体验一下。无人售票，票价1元。凯旋路电梯开放时间7点到晚上10点，其实就是一部，上下有4层的电梯。三层重庆第一梯，我们再走一下这个实体，体验一下三层的第一梯哈。这个梯幅相当的陡。这个实体，这是充分体现了重庆的特色。我们再向下看一下，好累人。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更多关于重庆的视频，欢迎关注余高安林。